对，尤其你知道吗？那个 TVC 机里面有个小蓝，小蓝，他是我们社团的指导老师。哎，这我跟他很熟哎。哦，你居然跟他熟？说到小蓝啊，我可是跟他一见如故，称兄道弟，勾肩搭背。你想不到你居然跟他有这么大的渊源哎，他不在那里哦，要认识我。是我这一生有一个很大的遗憾。哦，什么遗憾？就是我跟小蓝还没有亲眼见过一面，亲口说过一句话。你没有亲眼见过一面，也没有跟他说过话，居然可以跟他一见如故，称兄道弟，勾肩搭背。这主要是心灵上的契合，不是肉体上的交流。哎呀，你小心被他男朋友撞了。哎呀，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TVC 机所带来的非常劲爆的舞蹈。特别感谢他们，就是说为我们带来表演，就是再次来掌声鼓励一下。